我们新北市我们的好市民，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恭喜。每一年我都会到竹林寺来，在过年的时间来这里拜拜，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得到庇佑，让我们国家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希望我们社会可以和谐，我们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最重要的要在这里要向大家拜年，希望大家在来年都一切顺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新年快乐，新年恭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谢谢所有的。其实看到这么多人，有没有吓一跳？竹林寺每一次都是这样。竹林山寺是一个香火鼎盛的地方，所以每一年来人都是这样多，只有多跟更多的差别而已。刚上香的时候，我们特别祈求什么？就是国泰民安哦。现在是在新北市的竹林山寺哦，这里一向是香火鼎盛。那在过去的每一年我也都会来竹林山寺哦，来进香拜拜，尤其是在新年的时间。那我要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全台湾我们的兄弟姊妹父老兄弟啊，我们全国的同胞说一声新年快乐，新年恭喜，祝大家在这一年都平安顺事，那阖家健康平安，谢谢。打卡的方式哦，因为之前柯P在选举的时候也造成风潮，你自己本身怎么期望？我觉得过年期间大家能够快快乐的过年是最重要的哦。我也希望在这个过年期间，大家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在联络感情、互道恭喜，我觉得都是好的。打卡有送奖品，你有没有想到要送什么特别的奖品？真的吗？我不知道打卡有送奖品，我们再回家再想想看。有是啊，那我们回家再想想哈，一定是好奖品啊。主席，您之前跟宋主席有见过面是不是？他有跟您提到过一些选举上见吗？对，我有去拜访过宋主席，我们对国内的很多事情啊都交换意见，那主要的还是以修宪的问题为主要的讨论嘛哈。那我觉得对于这个社会有责任感的政党，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好好的讨论事情都是好事。对，因为两岸各人是说建议你不要提台独这件事吧。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议题上都有交换意见嘛哈。那我也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政党之间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感的政党，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换意见都很好。主席，总统昨天的贺岁谈话又再次呼吁说要朝野合作，会觉得是老议题了？我们是希望这个社会可以更和谐了哈，在很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跟重要议题上面哦，我们社会也可以凝聚一些共识哈。那总而言之，台湾的挑战其实是蛮多的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和谐，可以凝聚共识，集结最大的力量来从事改革，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对陈志忠恢复党籍，你有疑虑吗？这个仲裁会的这个结果啊，我们事先是真的都不知道，因为仲裁会是民进党内的独立机构哈，所以我们党中央没有智慧的余地哈。那一切呢，我想还是按照我们党的机制来走哈。那所有的决策也必须要遵照这个党的机制跟党的规则来进行。好，谢谢。哎，是在哪里？竹林山观音寺，对，总干事，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蔡总统好，是，蔡总统好，谢谢大家，好，谢谢。